女大生一字排开，大方走秀。为了促销辅仁大学一年一度的公益年历，个个使出浑身解数，大秀才艺。戴上安全帽，模仿韩国女子团体的热门舞蹈，活力满分。还有在网络爆红的丝袜妹王萱，也来段热舞，炒热气氛。开始的时候就有四五十个人在上课，然后你自己穿的比较，可能因为我们运动，我刚好是走跳舞路线的，所以就运动的时候穿的比较少一点点，然后就旁边有点多人在观看，所以就有点小害羞了这样。辅大公益年历去年推出造成抢购，今年以遇见另一个自己为主题，从校园选出十二名正妹拍摄，结合运动风格展现青春活力。除了动感表演，还有音乐系学生当场清唱，毫不怯场。平常没有从事这样的工作，所以我第一次拍摄就是第一次给人家化比较浓的妆，然后我觉得就是自己也有点吓到，就看见另外一个自己这样。辅大公益年历限量2000本，盈余将资助玉里棒球产业，帮助偏乡孩童，让民众欣赏正妹年历之余，也能奉献爱心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，新北市报道。